亲爱的后援们，鼠伯太看见你了，鼠伯太雪亮的眼睛看见你了。欢迎回来许家百年古厝，看戏时请勿摄影、录影、录音、乱丢垃圾。为了维护古厝与您的自身安全，请勿触碰古厝内的物品与探索非开放空间。如果不小心迷路，请永远记得寻找绿衣人，跟随绿衣人。祝你有个愉快的看戏夜晚。每两个礼拜，许允远都会从台中回到他的过林老家，也就是这里，跟他的阿嬷，人称鼠伯太吃饭。鼠伯太已经很老了，许允远心想要把握最后的时间，好好陪陪老人家。每两个礼拜，郭明美会跟许允远从台中开车回到过林这里，跟鼠伯太、跟许允远那个长得像老鼠一样的阿嬷一起吃饭。说人家长得像老鼠这种事，不是郭明美讲的，是他生的双胞胎讲的。许允远警告他们，许允远警告他们，哎，不要没大没小啊！但时间久了，许允远开始觉得鼠婆太这个称呼蛮有意思。许允远说什么鼠婆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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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意思。郭明美认为，只要够有耐心，许允远到底说来是个可爱的人，而且他很孝顺。因为他们每两个礼拜就会买客家菜回来跟鼠婆太一起吃，
徐英仁觉得买现成的太贵，他建议郭明美能不能自己在老家煮点简单的。郭明美选择没有听见，他只是在想要跟徐英仁说今天买的便当多少钱。在三合院外院，徐英仁把车停下，徐英仁问郭明美，哎，这次买多少？这次的便当一个180，所以郭明美说一个60。徐英仁说这还差不多，不要买那种太贵的，吃起来根本一样。郭明美想根本不一样。汪汪汪，徐英仁说不用来，滚，好，下车了。郭明美说到了到了，吃饭了吃饭了哈。徐英仁说伸什么懒腰，浪费时间，去叫你鼠伯太吃饭。许时宏走进三合院，走进左边的护笼，又长又瘦又细的走道没有灯，充满湿气。